直击各国王妃的旧照，个个都是天然美人，谁惊艳到你？凯特王妃是一位平民王妃，英国威廉王子的妻子，官方称号是王室剑桥公爵夫人殿下凯瑟琳。她以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教养赢得了皇室成员的认可，又备受威廉王子的喜爱，两人婚后过得极为的幸福美满。王妃的颜值一直处在超高水平，近距离拍到的凯特皮肤保养得很好，气质也很好。格蕾斯·凯利是一位顶级美人，她从奥斯卡影后蜕变为摩纳哥王妃，留给世人一个倾国倾城王妃形象。正如电影《摩纳哥王妃》台词所说，她的人生之所以被描绘为童话，是因为她确实是童话。格蕾斯·凯利的颜值可以与戴安娜王妃相媲美。莱蒂奇亚为西班牙王后，她嫁入王室前是一名女主持人，而且还离过婚。她美丽的外表让西班牙国王很是着迷，两人于2004年5月22日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他们收到了很多的祝福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